啱啱到，谂住等埋你先。翻工咁忙，得你陪我食饭，你真系好 sweet 啊！哇，呢度真系好靓，净系望住都感觉好开心。Thank you， 你真系好 gentleman。 肚唔肚饿啊？不如嗌啲嘢食咯，唔该。 Hello， 你好。帮你介绍下我哋餐厅比较出名嘅嘢食啊，西班牙嘅黑毛猪叉烧啦，或者系红虾蒸水蛋，会唔会想试下呢？好啊，唔该你。多谢晒。呢度啲嘢食好出名噶。话时话，你中唔中意揸车噶？我啱啱加入咗车队，好快就会比赛，希望可以赢到啦。 Thank you。 呢度啲叉燒好好食啊！不如你試下呢度嘅小籠包啊，好出名噶。真係好耐冇試過可以咁 free 同一個人傾偈，又或者乜嘢都唔使講，就咁樣望住都好 sweet。我諗每一個人。 都系揾紧一个可以倾偈、倾下赛车、倾下人生、倾下感情、倾下倾下，就咁样一世。Thank you， 我真系好中意好似你咁 gentleman 嘅男仔。 遲啲我比賽，不如你都嚟睇好唔好啊？啱啱加入咗車隊嘅 ambassador， 咁就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可以去出一啲比較國際知名嘅賽事，都需要去練習多少少嘅，勤力啲，希望有一日真係可以做香港嘅女車手。我覺得。 男朋友需唔需要一定识揸赛车系唔需要嘅，但系一定要有一个共同嘅话题咯，即系有啲一样嘅共同嘅兴趣、共同嘅话题系最好咯。我觉得喺理想嘅对象而家呢一刻都算系揾到嘅，不过都系需要时间去真系相处耐咗先会知道佢系咪真系理想嘅对象咯。 希望有一日我都可以做香港嘅女賽車手，代表香港去參加一啲國際嘅賽事，大家支持我。